断掉，可能你步太厚了。有了，他又写了，这是十六啊，这是十四。哦，那你只有粗的针啊？那没，他没有细的针，细的针你要自己去买。可能吧，那这根是什么针？这是什么针？针位调节螺丝。这个字有点。针位调节螺丝，我看不到。太酷了吧！来看，这是又是几号？眼睛烂掉。十四啊。十四吗？那它为什么感觉比较短？嗯，它写在哪里啊？真相面。那我把它。它为什么？它为什么刚好翻到了看不到的面？它有反光，然后又超小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这正常人怎么看呢、啊？打开看啊！那就打开来看。开箱。不知道它T这样子还是长一样啊，我是看不到。拔起来。这根到底是干嘛的？好奇。对啊，是十四啊。是的，对，它只是比较短的十四。显示哪一条？送布波动感。下回。绕线杆、功能轮、绕线夹、割线刀。稀里哗啦，三个线都翻开。穿线方法。信尾约保留15公分长。什么？去正确的穿线方法。从前可往后可方向穿。你在讲什么文言文？我来看看。哇！那你说。对啊，从前壳往后壳方向穿呢、啊。所以你要不要让我把东西放下来？不要啊。把它。谁？什么东西？这是怎么把线拿起来？他最后没有写，但我就是没看懂。这下面这个是什么鬼啊？就下面的那一条线啊。啊？它有两条线啊？对啦。嗯，他们吸掉会平板壳。他要一次穿两条线啊？两条线啊，一条上一条线啊。上面这条是在这里啊。下面这条，所以一次要穿两条线 ？What？ 对啦。这么酷啊！对啦。所以应该把这个盒子拆掉。所以是长这样穿啊？我在发现新世界。那怎么继续传？怎么继续打打打？怎么继续打打打？你要打打打下回，继续封这一块。对啊。继续封。我是要把它挽回。哦，也这样可以。刚刚拉哪一个人拉下来？哦。哇！大家把它抬起来，扛下去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在研究啊，我在看看这个什么神奇鬼东东。我也不知道，把这个拆起来。啊，这种是要怎么把它拉到这边，然后把线切掉啊？我要先把这拆起来。你说那根本用不到，不因为还不够大、啊。但我拆不下来。这要怎么用？只用两只手拆起来呀、啊？用脚啊。这是一块板子。板子 master。好的。可不可以教你怎么切？
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转啊？这是转哪里啊？那个。那个你干嘛？你看一下。啊？哇！What？ 就是真会上去。哇！你要发挽回。嗯？你要转起来吗？他是他会把它提起来耶，然后我觉得你快把它挽回了。没有，那就上上下下。他会？啊，真上去跟下来有什么差？他只是会下去，然后把下面的先拉起来。啊？他下去把下面的针哦。哦、oh. ，他只能转某一个方向，然后切掉是不是？哦、oh. 啊，他不能帮你打结啊！你问我？他没有自己打结的方法、啊。我只是把它切下来，至少打完结再切下来吧。我先玩这个。啊，这么重要是要怎么用下一块布啊？这个线这样子是 OK 的吗？我觉得看起来不是。为什么我觉得他被你玩坏？他是有点打击。他感觉戳到了什么东西。他戳到了自己。拆线？怎么拆线？那就要看说明书喽。哦，这样，你失败了。上面都是面具的。这看起来像钢笔，你可以用这个写字啊。拿针头来，应该会爆掉。对，它是从后面穿到前面，我觉得这个线不行。他没有，他说要这样子穿，要从前到后。啊，这个可以换刀吗？不然这个不是一下就烂掉了？应该可以换刀片吗？但怎么拆？要把整台拆开来？那应该是不能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要把整台拆开来。那你就用剪刀就好了。但我觉得我需要剪刀，这个线长得怎么这么……就是他附的线啊，当然是，就是一般的线啊，就是会烂掉的线，会起毛球的线。我想到这个又是什么鬼？好问题，就从前面穿到后面，就是方向啊。先把自己去的书，刚是怎么转的？